鉴定结果为仿冒商标之商品有 Gucci、 Michael Kors、 Hermes、 Chanel、 Rolex、 Fendi 品牌之手提包、皮夹、手表。之前宾士它的回函里面并没有针对他们哪一个登记的商标登记证的商标被侵害，所以这部分检察官与保二总队正在积极与宾士厂商进行沟通。